一车又一车加紧赶工的是送给前线医护的防护衣。对抗疫情，马来西亚慈济据点化身小型代工厂，不会学到会。志工和老师携手料理，行动管制令下住宿生无法跨州返家团圆，依然能享用到爱心年菜。让我们掌声感恩校工师。捐善款换算台币近300万，募集不到一个月，善行台湾马来西亚两地连线见证爱。看中慈济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生根，那也看得到马来西亚这次的整个疫情的活动，慈济也是在第一时间就做了非常多的一些义举，围栏内的跟围栏外的，我们各自分享物资跟爱心。一张张抗疫照片串起一本桌历，卖出近万本。募集对象都是我们的经销商，我们的供应商，还有我们的 shop 的员工，自主来发起这样的活动。受灾情影响的那个有困难的家庭，我们都是不管是国民或者是非国民的难民或无国籍人士，外劳如果有需要，慈济都有去支援。防疫不分你我，更不分国界，串联善念，希望家园早日恢复稳定。带新闻消息解讯，好，台北报道。